跟木板啊，顺便当着船长的面把他修修船，降低他对我的警戒性。哎，这里还有枪的子弹。啊，然后哎，又有铁，又有木头，可以做几把弓箭，哎，就很开心。最后差不多没人了，哎，开始。他们好人又惹到了熊，哎，那真是添乱啊，在那边。我们又播三级技能了。他应该是没有技能。现在卡上的 bug 已经取消了，这里肯定要杀他，他已经看到我了。